对于肖战这位著名的演员，他的直面自我、审视自我、剖析自我、总结自我的精神令人感到敬佩。他在表演过程中的细节控制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都展现出了他的专业素养和极度自律。肖战出道8年，爆红5年，每部剧集都能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，这绝非偶然。他的成功来自于他对表演的热爱、对工作的认真、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自己不断提升的要求。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，更是一个内心强大、极具思考能力的人。在面对自己的表演时，肖战能够全神贯注地审视每一个细节，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。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、对细节的把控，显示出了他在表演上的专业素养和追求完美的精神。同时，他也敢于直面自己的不足，不断总结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，这是他能够在演艺圈中立足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肖战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演员，他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拥有对表演的热爱、对工作的认真、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坚持，我们也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。